你怎么来了？我女儿大喜的日子，我这个单亲妈妈当然不能缺席啦。好吧，这不是马来啊？女婿啊，精气神真好，不错不错。谁呀？哎呀，半年半天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哎呦，爷爷，妈来的比较着急，我就随便买了点儿。哎呀，说什么呢？妈，您来我这儿不就跟回家一样吗？哟，我女儿大喜的日子，你来干什么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从你离开我的那一刻开始，咱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有且只有一个妈，我念你是长辈。请你对我妈说话尊重一点。不、哦，这啥味儿啊你！圆圆今天结婚，你穿这身来就算了，还是让带你怪怪，你安的什么心呢？没事妈，一会儿你把衣服换下来，我给你洗一下就行了。不用了，圆圆，我这衣服就这样，怎么洗都一股味儿。那个，赶紧拿去试试吧。诺蒙洗衣机清洁液，洗衣机还需要清洁啊？这洗衣机啊，超过3个月不清洁啊，就像在马桶里洗衣服，衣服不仅越洗越脏不说，还带一股怪味儿啊。洗衣机超过3个月不清洗，里面的毒菌螨虫数量可比马桶还多。这款洗衣机清洁剂你一定要试试看，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，只需要往洗衣机桶里一倒，按正常洗衣服的开关键，等半个小时左右，就可以把洗衣机残留的污渍细菌全部清洗出来，像夹角死角这种平时很难注意到的污垢也被全部瓦解排出了，这样洗出来的衣服不仅更干净，还有一股好闻的香味儿。真的呀、啊、妈，一点异味都没有啦。是啊是啊，谢谢你妹子。哎，别误会啊，我是为了圆圆，我可不想你穿着一身怪味的衣服参加我女儿的婚礼。知道啦。真是、哎、这个这么好用，在哪能买啊？点击头像进入直播间就能购买，还有限时优惠活动哦。